观世界，看中国。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欧洲卫视《寰宇天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十二月八日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利雅得王宫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会谈。穆罕默德首先代表萨勒曼国王对习近平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对中共二十大成功召开以及习近平主席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表示衷心祝贺。习近平指出。 沙特是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重要一员，也是多极化世界中一支重要的独立力量，是中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近年来，中沙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复杂演变，中沙关系的战略性和全局性更加凸显。中方把发展对沙特关系置于外交全局，尤其是中东外交的优先方向。 愿同沙方在实现民族振兴的道路上携手前进，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增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推动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沙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稳定，支持沙特继续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中方支持沙方“二零三零愿景”“绿色中东”等一系列重大发展倡议，愿积极参与沙特工业化进程，助力沙特经济多元化发展。双方要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沙特“二零三零愿景”对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中方愿同沙方加强能源政策沟通协调，扩大原油贸易规模，加强勘探开发等合作，实施好福建古雷乙烯等大型能源合作项目。中方愿同沙方深化产能和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推进中沙集赞产业聚集区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提升贸易、投资、金融合作水平，拓展电子商务、数字经济、清洁能源、高技术、航天研发等领域合作。 加强执法、安全、反恐和去极端化合作。不久前，一百多名沙特中文学习者用中文给我写信，表达他们对中文的热爱，我感到非常高兴。中方愿同沙方一道，推动两国中文教育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同意将沙特列为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地国，扩大双方人员往来和人文交流。 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沙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沙方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平台加强沟通协调。当前形势下，召开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和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将为今后一个时期中阿关系和中海关系发挥战略引领作用。 中方期待同沙方和阿拉伯国家一道努力，使两场峰会成为中阿关系和中海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事，推动中阿关系和中海关系迈上新台阶。穆罕默德表示，沙中关系十分密切友好，沙特是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中国经济持续蓬勃发展，沙方也在努力实现“二零三零”愿景。 沙方期待同中方加大相互支持，共同致力于将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更高水平。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必将成为沙中关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推动沙中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沙中两国人民，更好实现两国共同发展和繁荣。 沙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坚定支持中方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中方为去极端化采取的措施和努力，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以人权等名义干涉中国内政。 沙方愿同中方继续积极共建“一带一路”，扩大贸易与相互投资，欢迎更多中国企业积极参与沙特工业化进程，参加沙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项目合作，加强在汽车、科技、化工、矿业等领域合作。感谢中方支持沙特“绿色中东”倡议。 沙方愿同中方加强清洁能源、绿色发展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希望中方继续支持沙方增强中文教育能力。 感谢中方支持沙特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对话伙伴，愿同中方加强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调，合作应对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气候变化等挑战，并就重大地区热点问题密切对话合作，为维护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实现地区共同安全作出贡献。沙方愿为促进阿中关系、海中关系进一步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我对沙中关系前景充满信心，双方同意将沙中高级别联合委员会牵头人级别提升至总理级。两国领导人共同出席了共建“一带一路”司法、教育、氢能、投资、住房等领域合作文件文本交换仪式。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联合声明》。会谈后，习近平出席了穆罕默德代表国王萨勒曼举行的欢迎宴会。 丁薛祥、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以上就是本期《寰宇天下》的全部内容，更多资讯还可以登录欧洲卫视网站，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 YouTube 频道和 Facebook 主页。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